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分林拿来乡的纸板碟柜，4月27日正式开始了。今年拿来乡公所第一届把这个纸板碟结合着石虎的保育，要来展现生态的水。拿来乡的生态真丰富，大部分的品种都是在桥下、台湾高山啊和纸板叶。不过这几年来，拿来山区马村拿来那侪保育动物石虎行踪。过去大家可能耳熟能详，知道林内有八色鸟、有紫斑蝶、有猕猴，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云林县林内乡也有石虎。活动现场嘛特别设石虎的影音馆，希望透过记录影片，让更侪人了解石虎。当时嘛，好友在地农民会当采用较友善土地耕作方式，来共同保护在地生态环境。希望说，除了呢，我们来推紫斑蝶器之外呢，是不是能够把石虎的议题也融入活动中？哈，那来向纸板野龟伫咧做一节课，今日白教室嘛一个导探招观游戏，欢迎民众来加参加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